踩坐姿，双腿微打开，将瑜伽砖放置在小腿中间的位置，双腿再向瑜伽砖靠近，吸气，双手往上带高，拉长脊椎，上身往前，吐气，将额头放置在瑜伽砖上，双手分别抓住双脚脚底，停留，保持呼吸6到8次。如果背部柔软度状态许可的话，可将瑜伽砖改为横放。